everybody， 我战友，我是战神对立，欢迎收看我的对立 One， 耶、yeah!。这新的系列来了，这新的系列是比较 special 一点，不管是组团啊还是什么新的系列哦，我会写一个跟你玩耶。今天这个跟你玩耶，就是我来做一个直播啦。上一次我有做过直播，还记得没有 ？IG 啊 ，YouTube 啊，我都有玩这个特别系列，就是在直播做一个打坐，就像大马睡觉课样子，来试看打坐那边直播样子，看有没有人看反应啦。好了，黄金可时间，我们抓紧时间吧，来吧。So 我目前用两个手机，一个是开 Facebook， 一个开 IG。So 等一下我会准备开始，然后我这个 camera 只能录半个小时半了，所以没有办法。So 我可能录一个钟，好了，开始吧。做一个做的真的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打坐个可以超过1000个 ，Why？ 他是怎样做到的？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是不明白我们这些神仙人在想什么的啦。神仙我的 YouTube 还有 IG 啊，很少人看。好了，影片到位了。如果你超越终极无敌，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请记得按 like 给我看。如果你是新来的，请记得按评论。如果你是看到第一眼，请按出去。如果你忘记我的影片，请按这个马铃薯这样。放心，这个五个法都不会了的。如果他是男的，是不是挂奖？我要跟他一起打坐，打了一个钟片啊，没有，开玩笑吧。好，那我们新来的吧，拜。